你好吗？我很好。请问你贵姓？我姓 Gomez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Kai Gomez。你是老师吗？我不是老师。你是学生吗？我是学生。你是美国人吗？我不是美国人。我是美国人。你有哥哥吗？我不有哥哥。你有弟弟吗？我有弟弟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四口人。你家有谁？我家有爸爸妈妈弟弟和我。你妈妈做什么工作？我妈妈也有工作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我十岁。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When is your birthday?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 I answered that part, but what was I supposed to say before I say it? You can just say month and day. Okay. 是一月二十一号。现在几点？现在 Wait, I'm supposed to say that.很好 ，very good。